第二课历史篇。本篇主要继续中华民族的历史更替及重大历史事件。中华民族，中华民族，始于炎黄，始于炎黄，颛顼帝喾，颛顼帝喾，尧舜禅让，尧舜禅让，禹启世袭，禹启世袭，桀灭至汤，桀灭至汤，道耕迁都，道耕迁都，富于殷商，富于殷商，周王伐纣，周王伐纣，辅佐江上，辅佐江上，庞涓自刎，庞涓自刎，孙膑名扬，孙膑名扬，秦皇集权，秦皇集权，李斯丞相，李斯丞相，匈奴萧翰，匈奴萧翰，长城御防，长城御防，项庄酒宴，项庄酒宴，只在刘邦，只在刘邦，宦官跋扈，宦官跋扈，外戚朋党，外戚朋党，西汉衰亡，西汉衰亡，改制者莽，改制者莽，鼎立割据，鼎立割据，茅庐拜访，茅庐拜访，二晋短暂，二晋短暂，昏庸隋炀，昏庸隋炀，贞观之治，贞观之治，兴旺隆唐，兴旺隆唐，北宋匡胤，北宋匡胤，兵变杨庄，兵变杨庄，元域辽阔，元域辽阔，驿道达畅，驿道达畅，贸易沟通，贸易沟通，欧魏弗朗，欧魏弗朗，布衣太祖，布衣太祖，红巾助邦，红巾助邦，倭寇骚扰，倭寇骚扰，借替敌党，借替敌党，清军入关，清军入关，三桂投降，三桂投降，男挂女袍，男挂女袍，剃发换装，剃发换装，台湾收复，台湾收复，劈涛斩浪，劈涛斩浪，鸦片侵蚀，鸦片侵蚀，患疾膏肓，患疾膏肓，南京条约，南京条约，英占香港，英占香港，垂帘傀儡，垂帘傀儡，慈禧仍掌，慈禧仍掌，辛亥革命，辛亥革命，起义武昌，起义武昌，工农运动，工农运动，群情激昂，群情激昂，朱毛会师，朱毛会师，峥嵘井冈，峥嵘井冈，
粉碎为角，粉碎为角，小米步枪，小米步枪，无产阶级，无产阶级，领导解放，领导解放，爱国精神，爱国精神，永久提倡，永久提倡，落后挨打，落后挨打，无必图强，无必图强，